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亲近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林鹤。我平时拢从附近甲翻译白话，较袂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《禅林宝训》第75集。即即个训题都安尼讲，题目啊，哈，讲师资精勤，并抓数吼。意思就是讲，爱专心一致吼，啊，精进勤学，努力勤学啊，唔通懈怠啦，爱立志啦。气绝遐个啊，做嗜好就是，即、这个五欲，财色名食睡哈，诶，迄个贪着啦。每一个人拢有无同个嗜好，偏讲有诶好色、财色名食睡迄色，贪色个人就是嗜好迄个利色，啊，有诶看钱重就是嗜好。争即个钱财，啊有诶爱名，哈、啊、爱名望地位，私下名望地位，对即个啊做五欲呢，爱即个私下拢爱放下下去，要修行就是爱消欲知足，无迄个贪欲心，爱啥货得消为足，哈、啊，即、这个训文都安尼讲。黄亮为文殊看言之远，圣贤之学啊，非做处可成啊。书在啊，积累，积累之要，以专以勤，并作书号，行之物观，然后空寂。强记，可尽天下之妙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黄龙南禅师呢，对一个文殊，就是在家在家修哈，伫深山温修的技术啊，做攀岩机安尼讲啦，讲圣贤。只要你讲的圣贤，佛教的圣贤，就是指佛菩萨啦，啊，哎，嘛会使包括遐世间的圣贤，啊，在佛教咧讲，菩萨啊，修到迄个十地以上啊，做圣位啦。
佛教十地以上圣位，迄开悟正信果，啊，若十地以前的菩萨位啊，做十行十住十回向，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，这叫做三贤位了。三贤十信啊，三贤就是要指迄个十信，迄凡夫的十信。这个讲圣贤佛菩萨的这个道理呢，唔是安尼。做厝即做厝吼，一般较少用。做厝就是食短的时间，就是安尼分创厝的时间，短时间就会当学成功的啦。必须爱安尼勤学吼，苦心、有恒心安尼，有耐心、勤心吼，经年累月哈，安尼吼，安尼积久吼，学久就才会完成。啊，要安尼会当积这个功德道理呢？上要紧吼，就是爱专心，袂使安尼一专心，就是一心无两用啦。所以精进至精吼，的意思就是专心，无安尼，心无分散为别只去。啊，进就是向前安尼，冲啦，精进，用命冲啊，安尼专心精进。啊，第二爱放下，爱下去遐五欲啦、欲望啦、嗜好啊，安尼才有办法修成佛道。迄就是咱讲消欲无求，消欲就是心内无遐对五欲贪求啦，或者消欲。财色名食睡，看下破放下下，啊，勤行勤修佛道。袂使有当啊，无恒心，人讲一薄十寒。你晒菜干晒一日，啊，就甲摕入去，无阁摕出来晒九日无晒，结果就生菇烂去。所以爱恒心，唔通懈怠懒惰，啊，唔通就学无偌济，就厌烦啦、疲倦啦，安尼学袂成啦，哈。你若会当食食安尼吼，做月节安尼累年累啊月节月吼安尼，一日一月安直直节，一年直直节，节节都会成功，安尼就会当充实啦，充实爱当把握。讲自然吼，会当学尽遐天下的迄个是胜利啊！回到经来讲，若勤精进，则事无难者。比如小水上流，则能串色啊。咱若当专心勤力，恒心安尼精进呢？所谓精进，就是努力打拼去学啦。就是成功，就像啥呢？也佛祖举一个比如，就像迄个山洞内的水滴，一滴一滴细滴啊。你看伊软软吼，滴一个久吼，恒心滴，滴一个久含少啊，都滴到有空。迄山洞足济，迄庄子顺，迄就是安尼成的啊。明主就安尼讲：成者我不灵啊，我学而不念，而教不惯也。明主儒家讲孔子是智圣，啊，明主是雅圣，雅就是第二圣人啦。咱讲雅君啦，哈。伊讲大家讲我是雅圣，我毋是啥圣人，我只是吼啊求学吼，袂讲我得自满自骄。我食到老，学到老，袂厌烦。啊，做教学生吼，也袂闲，袂讨厌，袂疲倦。上师就安尼讲：讲庄为志啊，业广为勤。
一个人的功绩是安怎成的呢？功绩的遐崇高、遐伟大，就是因为伊有立志，有立志就一定会做大成功，大代志的成功哈。啊，这个业呢，不管是世俗的学业、事业，啊，修行的道业，道业若会广大，就是因为勤劳啦。人讲勤劳打拼哈。你若海带分团，哪有可能会发展、会新生、会广大呢？比波沙论就安讲，新界之人啊，早勤精进啊，先至涅槃。讲信佛、了解佛理的人吼，唔通干呐啊了解啊，唔去实行，安尼无效。啊，了解会晓讲，袂晓做，安尼无效啊。爱较早教所了解，啊，实际去精进勤修啦，啊，就自然会证到迄个性格涅槃。涅槃就是圣人所证的境界，做涅槃。印度话涅槃翻译就是寂灭，就是讲证到的境界吼，真寂静。灭就是将世间一切歹拢灭了，众生的烦恼也灭了啊。凡夫的罪业也灭了啊，啊，一切苦恼也灭了啊，所以就灭啊，迄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。十比丘经就安讲，行道作福者，不离劫数为愿，精勤弥陀，得报弥集。讲吼，修行这个佛道的人吼，也是修福德的人，就是咱讲福慧也要双修啦。唔通无恒心、无耐心啦，唔通了修较长啊，就厌烦。经过你要听讲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。未嫌讲哦，遐久遐远安尼，着回心退心嘛。更加爱精勤，你精进啊，弥陀，弥陀即弥陀个意思，就是讲爱用功，爱努力啦。哪用功，哪用，哪努力啊，做弥陀。你得报着弥集啊，得到果报，正得了盘着哪紧。佛经是集，毋是一般集哈。是指讲食紧，咱讲食集速。孙子安尼讲，乞儿舍己啊，朽木不折啊，乞儿不舍，今朝可留。讲你学生爱有耐心、恒心，就像迄个咧记物件吼，你若记记两个，就舍己舍吼，含舍弃的时也通用啦，古字有当然拢通用。所以啊，那安尼记记两个都难度海大吼，安尼含迄个拗查你都记袂断啦。啊，你若锲而不舍，锲而不舍，就直直记，记到拢无停吼，耐心直直记。安尼吼，到尾含五金啦、石瓦都记到会有空啊。老子安讲，大器晚成啊，大音希声，讲伟大的气库吼。是拢安尼累积，直直累积，一日一年安尼做到最后才成功诶。拢会毋是安尼急速一日就成功。大音就是迄伟大音乐声吼，是真稀微，毋是安像小将啊大声细声诶啊。古语言讲，流连喘息啊，积物沉舟，就是讲爱有恒心啦，就自然会成功。像迄水流流久，石瓦就串空。拄我讲山洞来滴水，阮几啊年前开政法师带阮去澳洲、纽西兰，去一条迄个溪啊吼，山